人间一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，因为当时来应征是因为我想要当那个舞台剧配乐，是，对，然后就演就演了16年，对，演就16年，对，这不简单嘞，一出演到80年，而且佫是原来个是真正不简单。第一，是变调名爱好；第二，绝对要有实力；第三，就是绝对就是活生生就是从本来迄个人行出来，迄个人就是黄玉玲。